我觉得我们大明老师，以前我跟他接触，都是我去他的皇后的这家叫做优势啊歌唱学院，也有卡拉 OK， 这都没有办法也真正在舞台上听他唱歌，歌声呢真的是没话讲，因为他这种是属于美声的，就声音非常的美啊。那因为这个我们 DJ 嘛，这个地方呢，我都是这个所谓的青春的人比较多，所以就跟昨天的皇后不同，这里没有夜生活，所以呢他们都是属于早睡早起，以前来呢都是9点，那这次因为这个布条啊，我们的李亮吉呢忘记了，所以这里一路来都是9点，这个把我做了10点钟，所以就变成刚刚还有我们的朋友就催说快一点，但是我们大牛老师今天也很辛苦，他是教了一天的歌。那把你的这个经历呢也跟大家介绍，如果各位想学歌的话可以去皇后，包括我就是华明嘛，还有啊那个今天对了，每天都是这样子教歌，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，早上九点，对，早上九点一直教，对，到晚上9点。那你的这是好像是个别的还是？啊，就是1对1的，好。啊，1对1啊。我的旗下学生有七位歌星马来西亚，所以大马的有7位，那么在中国的教育歌星也很好，所以我的学生可以说都是非常有知名度哈。你看那个这个秀仪呢，还有那个。哦，刚刚这两位就是把你学生。所以我们教歌不是唱歌那么简单，所以我们会推他们去大舞台，这个是小舞台。好，秀仪跟我过很多次哈，明白了？我们都是几千人，没有这么少，很少。就从这场很少来听我这场唱歌。对对对，真的。我是第一次来到这边唱歌哈，是吧？啊，其实我很常来这边吃东西，因为我喜欢这边的臭豆腐，好棒的。这里的每一档都很好。超喜欢的，对，所以我们太太来到这边就是做来吃东西就可以了，所以唱歌也是就是说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上，哦，那么希望大家来个现场掌声好不好？来个表示一下，热烈掌声鼓励一下啊！我们一个歌手啊，很重要的就是大家的掌声啊，人不多多少不重要啊，但是掌声对我们是非常重要。对我一个歌手啊，真的，就你们的掌声就是我们歌手的能量啊！希望大家来个发财掌声，要不要听听？谢谢，感恩。那么不多说，继续给他们带来这首《黄昏放牛》。哦，这个歌很高难度啊，这个歌要这个男生而且有假音来唱，真的不容易哈。来，掌声鼓励，《黄昏放牛》，谢谢。You're late.
有这